送匈奴死留在汉州，因为你匈奴把死者都送回来了，我把你扣在这里的死者也送回去。那么，苏武跟谁一起去呢？与副中郎将叫张胜，他的副手呢叫张胜，还有一些呢是招募来的，贾历就招募来的，贾历就招募来的，外面招募招募，招募一些人，其中一个主要的人叫常惠，等牧士斥候百余人驹。苏武这个队伍呢，一共有一百多个人，100多个人呢，他们的任务是把汉朝原来扣住的匈奴的使者送回去。既子匈奴之璧未单于，到了匈奴以后啊，把我们汉朝送给他的钱都给他单于一交。因为我们大家知道，从西安走到匈奴那边要走，我估计要走漫长时间的道路吧。到了那里以后呢，这个寄居体单于啊，他已经慢慢国内他已经稳定下来了，他匈奴内部已经稳定好了。稳定好了，他的本质又暴露出来了。他本质就是很骄傲的啊，有时要骚扰我们，看不起我们汉朝，要骚扰我们汉朝的，非汉所望也。我们汉朝原来以为这是好单于，那么可以修好两方的关系啊，没想到去了之后啊，给他送了使者，送了那么多钱以后啊，他还非常的骄傲。那么本来骄傲也不管他，那么苏武任务完成了以后就回来了，可以对不对啊？方悦发使送武等，结果出现了一件事情，会歌王与长水鱼长等谋反匈奴中，结果恰恰碰到了一个歌王与一个鱼长，这几个人呢在匈奴当中谋反。匈奴当中谋反嘛，本来就是这样逃过我们汉朝的。那么下面介绍一下歌王。歌王什么人呢？歌王者，昆邺王侄子也。歌王呢是昆邺王的姐姐的儿子，与昆邺王俱降汉，后随朱野侯木胡中，即位列属将降者，应相与魔界单于某焉之归汉。这个歌王他本来是昆邺王的姐姐的儿子，与昆邺王呢都在汉朝，但是这些人后来又跟了朱野侯去打匈奴的时候，又重新被他们抓回去了。抓回去了呢，这些人跟位列所将降者位列也带过去一部分人投降了。投降了以后呢，下面这些人呢也准备想回到汉朝来。他们呢私下的商量干什么呢？他说，我们把单于的母亲胭脂抓起来，我们呢逃到汉朝去汉朝去，准备干这个事情。正好这个时候苏武等呢到了匈奴，于长跟谁熟悉的呢？跟这个副使张胜呢关系比较好的，原来就那么他私下的去看张胜，就是副大使啊，是私下的去看这个张胜。他说，我听说汉天子非常怨恨这个魏略，常能为汉伏奴射杀子，我呢愿意为汉立功，把这个魏略把他杀掉，把魏略这个叛徒把他杀掉。我的母亲跟弟弟都在汉朝，我投降了以后啊，还皇帝还经常给我们的赏赐不办我罪还给我赏赐。所以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呀，就是投降汉朝的，汉朝有些对他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司马迁帮李陵讲话也是有基础的，不是没基础的，你知道吧？并不是一味的帮叛徒讲话有意思。他说现在司马迁说李陵被抓起来没办法，他先投降，但是过一阶的他会回来的，那也给他这个待遇也给这个待遇。所以司马迁我们从汉书里面读出来呀，司马迁也没有什么大违规的事情，他是参照这个例子，有些人真投降了，把他全家杀掉；有些人没办法了，先投降的，汉朝对他还蛮好的，寄他有希望，是不是？所以这里面呢，这个歌王啊，他就说，现在我们看起来匈奴这个封王比较随便的，封了很多王，什么昆邺王、歌王后来招降苏武的时候，李陵也封王的，都封王的。王呢，在一个国家里，地位一个政权里面地位高不高，看你封的多还是封的少。
你想呢，封的少，那地位就很高。你想我们清朝末年起义，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黑豆只有几个王，天王、东西南北王加上一王，只有六个王，对不对啊？那地位就很高啊。后来洪秀全晚年的时候，一封封了两三千个王，两千多个王，这个王就我们就觉得这个，并且后太平天国已经节节败退的时候，他一下子封下去两千多个王，我估计这个两千多个王啊，没什么多少权势了。那他刚刚六个王的时候，并且又打掉了两个王，两个王死掉了，西王南王死掉了，对吧？萧朝贵跟凤云山都就死掉了。那么剩下的朝廷里只有天王，天王就是皇帝一样的洪秀全，下面东王杨秀清，对不对？北王魏昌辉，那么东王就权力最大了，像丞相一样最大的，魏昌辉权力也很大，一王十八黑豆外面带了十几万人马也很大，是不是啊？后期黑豆也没几个王，比如英王、中王也没几个王。所以英王的地位也很高，中王在苏州，你们现在去苏州看看，中王府还在，对不对？一个四王在金华，都有宫殿，都蛮好。因为太平天国规定，你有封王之后就可以造宫殿什么东西啊，地位高。但是晚期他封下去两千多个王，我估计他们宫殿都来不及造，可能就灭亡了，可能就啊。所以这里面的匈奴啊，我们看起来这个王是封的很多的，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这个地位很高很高。大概大的王地位高，小的王也一般性的。他说我呢，想这样子想回去啊。那么张胜许之，啊，以护我于长。你看看这里张胜呢，就违背了一个外交方面的一个纪律了，是不是啊？你是使者，你使者你就使者派过去是不能干这种事情的，任务完成了你就回来就行了，是不是啊？你还东西送给他，等于说资助了他们，啊，资助了他们。以护我于长，我估计说不定给他兵器啊，给他钱，给他什么东西啊？这个事情是瞒着苏武的。后越余单于出猎啊，他们阴谋在搞这个事情。后来单于出去呢，出猎啊，就是出猎，一方面可能是打猎，一方面是练兵，一方面是真的出去就是骚扰别的部落去了。那么夺燕之子弟在，只有燕之。他的母亲和燕子的子弟在匈奴，有时候平时大家放牧一结合起来，他就是一支骑兵部队。那么于长等七十几个人呢，他准备呢发动一次叛乱，但是七十几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呢夜亡告知，晚上逃走了，想想害怕了，他就告密了。那么单于子弟发兵与战。单于子弟也很厉害，留下来保护他母亲的这批人啊，警卫队也非常厉害，马上发兵把七十几个人包围起来。那么歌王等人见死全部杀掉，把这个于长呢活捉捉起来啊，抓起来。那么单于回来知道这个事情，单于是魏略自其事，单于把这个权力交给魏略，你把这个事情把它办好。张胜闻之，恐前语发以状武与吴。张胜到这个时候才把事情告诉他的上级，就是苏武。吴曰：“事如此，此必诘我。你干这个事情，一定会牵连到我。你是副大使，我是正大使，对不对啊？你肯定牵连到我。我是中郎将，你是副中郎将，对不对啊？见犯必死，犯这种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死，并且是严重了违背国家的规定，是不是啊？你派去做大使的，你怎么好干这种事情呢？”像我们现在派的外国的大使，你说去资助他们国家里的叛乱行不行啊？不行的，是不是？这是违反纪律的，是不是？大使就是代表我们一个国家的，在外面的全权代表皇帝的，你不能干这种事情的。大使有大使的纪律，是不是？你中郎将，你派过去，你的任务就是把当时苏武跟张胜的任务，就是带着这一百多个人，把原来扣留在汉朝的那些匈奴的使者送回去。第二个给把中国的一些物资送给他们的单于，修好两方的关系。从我们今天来讲，匈奴一部分也是我们中国国内的，就是蒙古那边的人，是不是？你就希望两边关系，你的任务就完成了嘛？谁叫你拿东西去资助那边的他们国内的事，他们匈奴内部的事情啊？苏武说：“这个是重负过，你是严重的损坏了我们汉朝的形象，朝廷的形象。”苏武当时就约自杀，我的任务没完成好，没有脸回去见皇帝。盛会共子之，他要自杀的时候被张胜跟常惠两个人啊抓住。
鱼肠古饮张氏，鱼肠古人呢，他们拷打他，他古人招出了张氏。鱼肠假如不把张氏招出来，那问题也没有的。我估计他们已经匈奴已经掌握证据了，他抓住了很多的兵器啊，很多什么都是汉朝的兵器啊，是不是？肯定要承认的。单于怒，这单于真生气了。你这一百人过来，我们还对你很客气的住在宾馆里，对不对？你居然真竟敢对我匈奴内部策动叛乱啊，资助他，还把我母亲抓走，他生气不生气啊？那是非常生气的。召诸贵人议，把匈奴内部的那些贵人呢、啊、召起来商议啊，商议，欲杀汉使者，那汉使者肯定要死的啊。主议议之曰：既谋单于，何以复加一介降子？既然你谋反谋到单于头上来了，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罪了。但是我们先做一件事情，叫他们投降。他们投降了，行了，不杀了。啊，单于是位列昭武受辞，吾未会等，却见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引佩刀自死自吃。啊，他拿出佩刀啊就自杀。我们中国人这个自杀，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到一些？我们很多中国的很多事情啊，现在保留在韩国，保留在日本，啊，日本，你犯了什么罪要自杀啊？怎么个杀法？大家想想看，大家就知道了啊。因为我们中国很多都已经很多习惯都在中国的土地上都不太保留下来。在日本跟韩国有些保留下来了，非常有意思的啊。比方说，我们今天讲到喝茶，我们南宋的时候，一个爱国诗人叫陆游啊，陆游写过一首四句诗啊：秦窗细炉细分茶，是这样写吧？秦窗细炉细分茶，陆游这首诗就在我们杭州的海瑞巷写的啊，还是讲其中这一句，讲句老实话，我觉得写的呀，大家都一跳而过。细分茶，到宋朝的时候茶怎么分的？啊，茶怎么分的？细分茶，这里面一个茶礼，茶分茶，里面还。在我们中国都不太保留了，韩国人些日本人在这方面很有研究，茶道。我们中国还有一个茶道，对不对？我们今天喝茶很简单，放几片茶叶一泡下去。我们中国还有一句话叫粗茶淡饭，啊，粗茶淡饭。这个茶叶今天我们泡茶这样子泡，实际上是味道最好。但在古代不是这样子的，古代这个叫粗茶，啊，古代人喜欢把茶捣得很细，啊，怎么样做出来？我去看过几个茶厂，他们说是唐朝，比方说我们这里长兴啊一个茶厂，它是唐朝的御茶，啊，茶怎么做？他把茶全部捣碎的，捣碎才泡出来，这个才叫好茶啊。但是我们今天喝这个茶，我是喝不惯，我们还是喜欢喝这个原汁的茶，对吧？但古代不行的，这个叫。但是我们今天加工技术也好，可以把它做成提腔的样子，做成什么样子？古代就是炒一炒，但炒一炒，古代这个叫粗茶，我们今天还叫粗茶淡饭，是不是？我们今天这个是恢复了古代的东西，但是精益肯定加工好了。但是古代的茶肯定捣得很细的泡出来，怎么样子细分茶？这里面我们现在还在探究这个事情，啊，探究这个事情。不扯开了，我们讲课本。引佩刀自吃，这个佩刀拿出来，身边的佩刀，自吃怎么吃啊？不是割脖子啊，自吃吃，啊，自吃是不是、啊？这个是一个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习惯。我们想想，好像日本人也自吃的，啊，是不是、啊？自吃。卫立金自跑报此吾啊！卫立一看吓了一跳。他又自杀了啊！持招一啊，持招一啊，着地为砍啊，着地为砍。这个卫立呢，大吃一惊。这个苏武啊，还是很有胆气的啊。他吃了一惊啊，吃了一惊。
他自己呢把抱持啊，你看他这个抢救怎么抢救的，我们看看，看起来苏武啊是刺在自己心脏跟肚子下面这个胃这个部位啊，胃这个部位啊，着地为砍啊，着地为砍，知晕虎啊，知温虎啊，温虎，知晕虎，晕虎就是温虎啊，那种啊，知晕虎，这里是个晕字啊。他自抱持无持招医，医就是医生，把赶快把医生召来，召来，着地为砍，着地为砍，因为苏武已经受伤了，他这个刀已经刺进去了，刺进去了，假如两在那里的话，他这个血啊就会接在肚子里，就会死掉啊。他马上呢在地上呢凿出一个洞来，把地呢凿出来，只里面呢用温的虎啊放进，因为北方天气很冷啊，是用虎。伏无其上，把这个苏武伏啊翻过来，把这个人翻过来放在这个温虎上面，否则你的血啊全部流到肚子里去啊，娘在那里可能就要死掉。看起来这个卫立跟医生啊还是有办法的，掏其背已出血，拍拍他的背，把一次吃了以后啊，这个血都往肚子里去了，他把血全部流掉，流掉，流掉，医生大概再动个手续啊，怎么样子？所以这里面的又啊，这里面，那么无气绝半日，佛歇。苏武已经死掉了，这个自杀已经死掉了，半天气才换过来，才重新有了微弱的呼吸。我们读书啊，要想想看，把书真的把它读懂啊。会等哭余归营，就是怕他们把苏武叫到卫立那边去的时候，苏武当场就自杀。这个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的。是不是啊？跟我没什么关系的啊。苏武懒得跟他辩，他拔刀就自杀啊，自杀。单于壮其节，招谢遣人贺问吴，而收系张胜啊。最后大家查清楚了，就是张胜参加，苏武不知道的。但是单于对苏武很敬佩啊，这个朕的大事是没有参加的啊，没有参加，并且他把责任归结到自己身上，自己自杀啊。他参与壮其节，朝夕遣人贺问武，早晚都派人去问，希望苏武早日恢复。武一愈，苏武慢慢的好起来了。单于私事小武，单于派一个人呢、啊，把真实的情况，什么事情啊，都跟苏武通报，啊，会论于常，论就是判，我们今天说判决啊，于常，曰因此时相武，啊。大家结合起来一起呢，把苏武啊叫过去，一起呢判这个于常。见斩于常，于常肯定要杀，死罪是吧？你搞叛乱，要把单于的母亲抓走，你这个还不死罪吗？把他抓。卫立曰：“汉死张生，谋杀单于进城，当死，单于目降者赦罪。”啊，张生也是死罪，但是你投降的话，可以免去你的死罪。举剑曰：“吉子，拔出剑来，你如果不投降就杀。”这个张胜是个软骨头啊，请降啊，投降了，投降就可以不杀啊。卫立为五曰：“夫有罪当相助啊，夫的有罪你也要相助。”佛举剑拟之，吾不动，并且拔出剑来要砍他，苏武动都不动啊。立曰：“苏军，他下面呢是劝他投降的。你看，苏军啊，列前俯汉归匈奴，幸蒙大恩，四号称王，勇中数万，马血弥山，富贵如此，啊，富贵如此。苏军今日降，明日服人，空欲身高朝野，随佛之子。”你看劝他降，但是苏武下面呢，这个苏啊，大家都读得懂，大家回去好好读读，好不好？苏武忠君爱国啊，一片正气，啊，一片正气。卫立劝他，卫立也是个叛徒，他不理。后来李陵也劝他，他也不。最后呢，他呢在匈奴那边呢度过了19年艰苦的岁月，最后回到了我们首都啊，回到了西安啊，回到了西安。大家可以看看《苏武传》，《苏武传》是《汉书》当中写的一篇很好的一篇代表作品。